们这一组的实验是医疗的物理，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它的内涵就是我们手机里面现在有很多就是关于健康的 app， 然后我们去探讨它里面是怎么就是测出来的这样子。因为这个活动看起来就是很有意义而且很有趣，所以就是同学找我就一起来参加了。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剪辑影片的部分，然后但这个部分我就是交给我们其他组员来做这样子。我们的实验主题是条码机以及 NFC 的原理，因为我本人就对物理蛮有兴趣的，然后就是想要借这个活动呢，除了就是加强物理的尝试，还有就是想要训练我与别人解释和沟通的能力。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除了学到那些原理之外，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可以与外校的同学或是同校的同学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筑波，耶！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很有趣。嗯，物理蛮棒的，对。因为我们比较节俭，就是新时代好女性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实验起来有点简陋，然后就做不出来就是更高维的筑波，很伤心。对 ，Hello， 我是做那个医疗的物理，然后我是那个睡眠侦测的，因为我想要多学一点物理相关的知识，就影片剪接，然后还要对镜头讲话。